好不要。粤语请按一，广东话请按一 ，Cantonese press three。唔系讲真真，讲真真嘅。咁我哋嘅考究一下啲口音啦。咁啊，原因就最近喺度物色紧一啲主持人嘅时候咧，又发觉哇，你嘅嗰啲北马口音都好重喎。佢讲啊，有咩？咁我后来就发觉哦，原来好多人。甚至乎或者包括你同我有啲口音，但系你又自己都唔知嘅，因为你由细到大都系咁长大，你觉得咁样讲嘢就系最正常噶嘛。但系如果你讲文字上咧，以前咧我会讲落水咁样噶嘛，但系咁依家咧会讲落雨，即系呢啲感觉去改变咯，呢啲可以捉得到嘅。但系音呢、這个尾音啊口